来了吧？完全还原了跟雷对战的时候，原本没有这颗头，那我请我朋友帮我做了一颗出来，然后再帮他上色，这样就可以在火之神乐圆舞上面放上去。哇，完全还原，超帅的、啊！而且这次也第一次做了一棵这么大树，对，应该说第一次做树就做这么大一棵。我想呈现在森林里的样子，那就用一棵大树，然后它踩在上面来表达这个意境。对，因为毕竟那么多棵树很难全部都做出来，所以就只能用意境的形象去表达、去呈现。好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啦。喜欢这次改造影片的朋友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之后也会陆续拍一些类似这种题材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也欢迎追踪我的脸书跟 IG。我是廷a理工御宅，跟 YouTube 一样。那如果有在玩17直播的朋友，也可以搜寻廷a玩玩具。那我每天中午都会播个2小时。那如果对手作有兴趣的朋友，也可以上来跟我一起聊聊天，看我怎么做的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